各位校友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台湾民政府的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真欢喜咱即届上课吼，毋知大家感想啥款吼？因为脱离学生的生活可能活真久啊。但是，佮倒来才坐做伙，还佮来像佮学校共款，有当时可能伫肉体上会较忝，会感觉讲上这个课到底要做啥物？所以，即节的课内底，我是要佮大家来分享吼，用看的，用咱来同齐来观察着讲，伫咱大即块土地面顶，将来咱要佮安怎？咱要安怎去计划？因为伫流氓政府的教育体制内底，对开始甲落尾，将来拢无去甲你教育讲，你要安怎去计划台湾这块土地？你徛这块土地，将来慢慢甲你教讲，台湾的溪有倒几条，倒一条上长。我昨昏才发现一件足趣味的代志，就是伫我的故乡内底。古早台湾，还佫日本的统治，还佫治理的时阵，听讲，迄个当时买一张船票，竟然有法度为日本的东京坐船，坐到倒位，你敢知影？坐到台湾无稀奇哦，会用坐到台湾的彰化县二水乡，迄个所在你毋知，捌去过无？迄个所在，我看到这个消息，讲奇怪，敢有可能？但是伊讲有，证实了后才发觉，哎，佫真正有呢。我开始，我去想，奇怪，遐也无溪，也无水，也无甚物货拢无，啊，迄船也是变啊开入来。但是伊讲，这真正有一个二水港，啊，啥奈无去？可见伫咱台湾原地，咱咧治理的时阵是非常好，但是伫流亡政府过来，所带来予咱发现的是啥物物件？今仔日咱要用一个沉睡、困去、甲精神，这个题目来甲大家做探讨。台湾人困真久啊！台湾人自从流亡政府来到教育的时阵，咱拢一直去思考着讲，台湾到底甲中国的关系是啥物？第一，咱为着即个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，即马伫电视顶的新闻内底，我相信有侪侪新闻，特别一件足重要的，逐天讲，逐天讲，每一届佫讲，佫再讲，关系着生命人权的问题。讲到落尾，我相信咱知啥物货做兵，一个洪仲秋啊，兵哥去做兵啊，结果怎啊得要退伍，怎啊死去？伫这个事件内底，咱唔就去发觉着讲，这个是安怎一个人去做兵啊，原底就无啥物代志，啊，毋过佫毫无简单，佫特别退伍，佫咪新兵是安怎落尾怎死去？我就开始回想讲。当我较早，我嘛是做兵过。我做的兵是做这个政战，人咧讲话做辅导长，破的。伫每一届，若看到这种事件，阮的面顶拢甲你讲，写一个字叫做啥？叫做心脏衰竭啊！甲写落，啊名签落，伊那断了，啊就甲送出去，啊明仔载就烧作骨灰，啊就去领回来。啊，厝的人摕到都哦，来这恁后生的物件吼，啊，甲一寡物件啊，摕到看到的时阵，拢啊啊，心脏病发、心脏衰竭，拢甲心脏有关系。啊，到底安怎死的？迄法医的报告，你甲看清楚，就是加一字：心脏病发安尼尔。啊，若较变化，你讲啊，敢免改一项的肾脏衰竭，就两项尔。啊，两项内底。迄家属看到，尤其即个物件，我捌回想到几多年前，
明明这个阿兵哥伊是赌王，伫赌王内底，专甲写一个吸血逃亡。你知影吸血逃亡的罪是啥物款？伊就死刑嘛。但是我看到的时阵，我感觉看讲奇怪，这个那会吸血逃亡？伊摕啥物件出来？你知影无？伊摕脸盆呐、啊。提脸盆盖在头壳，啊，爬过迄个九重阁，啊，把叫拆掉，啊，让它走出去。啊，面顶的人讲，这是吸血逃亡，因为脸盆嘛是血，嘛是血哦，迄工人嘛是死啊，所以迄嘛是血哦。听了我讲，哦，啊，这差遐济，但是无外久，回来的时阵，就叫我讲，去甲这个人送完了最后的代志，去甲送葬。啊！阮人伊外口等到落尾，加一个翁仔互阮尔，结果叫阮送转去因家。阮讲啊，这是免啊，甲厝的人讲。结果一到位，我看到妈妈咧哭，迄个声，哭要有声，迄算啊，佫无遐艰苦，但是哭到迄牙齿开开，也毋知免啊哭。迄种的感情，就想讲奇怪，咱这个国家内底到底治理的方式是甚物款？咱来思考一下，伫做兵的教育，一个军队，一个国家，伊教育咱的人民去成做军人的时阵，第一，伊甲你教育效忠的概念。全世界效忠的准则只有三项，就是国家责任，啊，佫一个甚物货？好。国家责任，佮一个敢若义务，还是荣誉啦？嘿，对，歹势吼。三项国家责任、荣誉，这是美国因咧训练的时阵，甲这三项甲标榜甲足大，是讲你爱为着你的国家来争取，为着国家来这个名誉爱顾咧，啊，佮为着国家你爱负起这个责任，这三项我拢会当认同，嘛感觉讲会对袂歹。但是伫中华民国流亡的政体内底，伊加一个啥物件？领袖。领袖，这个领袖怎甲加落的时阵，大家读下就唔知要安怎想啊。阮就开始，每一届，啥物人讲的才对？星星愈侪，迄个人讲的才对。所以有发生足侪物件，拢总是。面顶的人，伊敢有咧照规矩来做代志？无，伊认为伊教育你就是用着主权，教育你就是讲我的权柄就是安尼，照我爱去听就好，照我爱去做。但是下底人真歹做，因为我是中华民国，实在真不幸，实在是即个讲，毋是讲我爱去做，迄是互伊硬拖去，无做袂杀你的，真不得已。我做了中华民国上水官，顶官出代志，就是为下顶顶官安尼讲，我落尾食去承担上水迄、那个，啊，拢是我。我就会记你讲，遐个将军因根本拢唔知影啥物代志是要安怎做。简单讲，我伫遐要发生足济趣味个代志。第一件就是，阮去到这个乌龟岛，因为我是咧做军中，我是伫这个工程，拢专门咧做工程这个部分呢。啊，工程工程袂歹哦。伊去做的时阵，咱会想讲爱做工程好啊，吼、哦，这是真正当。但是你知工程要做啥？一个铜像，啊，这个铜像你应该知影什么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做歹讲迄个人的名，就拢举一支拐啊，啊咧微笑迄个啊。吼、哦，啊微笑迄、那个咧笑啊，啊迄伊个名就是民主救星啦、啊，四字这种一定爱写起哩。啊写起讲好啊，你要做我就做好你这种无要紧。结果做来的时阵验收，你知迄个民主救星吼、哦，迄头壳看对倒位，你知影无方向？迄面乌白做呢，还佫看方向呢。迄方向吼、哦，迄个民主救星吼、哦，面怎看对？台湾这边来，面顶的人安那咩？这假设给谁设计的？讲这个民主救星，面对台湾都没有希望，应该面对哪里？
哦，迄边，啊，结果我怎爱甲地基拱掉，甲西瓜的这边，面对大海啊，哦，安尼才有希望，希望讲放伫迄边。结果佫一个司令佫到位，看我讲，敢若顾迄边，无顾这边，啊，台湾当然无希望嘛。那迄只腿去顾到迄边，哦，啊，着佫甲拱掉，佫甲西瓜这边。安尼讲两解了，我怎啊想想来讲，安尼讲嘛毋是办法。一个来，我总是免甲讲，迄人迄比你较大，讲人要用迄边呢，啊，着两个冤家啊，啊，这袂使讲实在话呢。现在讲实在话，上衰是啥物人？就是我。我怎啊想一个办法去甲做活动诶？这个将军啊来，我着甲坐这边，迄、那个着甲坐这边。我甲阿兵哥讲，我做这个互恁做里边呢。我打一遍就打一遍，吼、哦、啊，看嘛好，挂咧那，安尼是好啦吼，啊，介那我用在按在海底就好啊，真无拄好，迄、那个来看看讲，安尼袂歹，按这遍真好，结果迄个勘察迄个将军吼，怎安尼，哪讲像无骨，哪讲哪平哪平，啊，甲平落去怎叮当去。哦，伊个发现讲，这叮当呢，佫开始咪讲，这民主救星安尼不稳固，难怪我们台湾会越来越糟糕。我去啊，假做诶，我做。你甲想，咱伫军中这种准则，这种是要安怎互咱去做？无法度，伊敢若用着个人的办法，想要甲你教育，就是。把你当作台湾的人，就是哪像精神安尼，你拢听我的就好。讲一个秘密，你若发现军中阶级愈悬呢，迄实在是愈来愈踏脚愈低能呢。迄是足奇怪，迄毋知变哪教育军队，因为因军队内底的教育方式就是干哪服从、服从。不管你对唔对，就是服从。啊，我嘛拢做服从。当然，我唔敢甲伊对抗。但是有一届，伫这个情形内底，你前总统去甲阮兄迄个所在，啊，因为我是上水官，我的职务就是爱摕翕相。动车时，唔是即马数位哦，迄翕相机是爱申请啊，敢若专业区敢若我有尔。因为我讲我要翕工程，所以我爱。有一台摄像机，啊，提起来我就开始一直甲翕，一直甲翕，一直甲翕。啊翕，我这个会使徛去甲，吼、哦，迄总统头前，中华民国总统头前安尼甲翕。阮一个组长看到我安尼会使较接近总统，怎甲唱歌？唱歌讲来来来来，我来走，我来走。啊翕吼，翕规群36张，啊翕了了。翕了的时阵，急叫我赶紧提示。讲哦，伊总统的迄个预兆拢翕到，啊，什么人什么人，伊想讲，伊知要创啥？伊要甲这个翕相的物件，甲提起讲哦，这是你甲提起伊的顶冠，讲这是你看你甲总统合影的照片，啊，要就去分，我知伊要做伊的关系，做伊的公关，所以翕了，叫我赶紧提起说，我嘛听伊话去甲提起说，结果说了，佫叫我赶紧去提回来。提回来的时阵，我甲讲，迄相关的头家吼，一直想讲，你这是啥物件？这是啥物所在？哪会遮奇怪？我讲是啥物款？结果我相片甲提出来讲，奇怪，阮互你的毋是这啊？伊讲无啊，啊，说出来就安尼啊。我讲是安怎？啊，恁是去打佚佗？啊，那内底个哪有毛的形呢？是倒位的崩坑？结果逐张同款，同款，同款，看到落尾讲啊，系啊。迄相机提电倒边，拢总翕到伊家己的鼻孔，啊，佫翕到内底，啊，摄出来36张拢同款。我讲，安尼，即款游览地区，即基地吼，即袂使互恁知，所以我拢甲收收倒来。我提互阮迄个中校看的时阵，我讲，咱拢翕到秘密基地吼，啊，这是军中情报袂使哩外泄，啊，我提互看，伊讲啊哪呢？我讲我唔知在这里翕的，啊！你会使纪念这内底这支毛可能，你等于找看卖，对看卖，可能就是甲你同款。
所以在我们的军中所教育的东西，是要让我们愈来愈怣，愈来愈颓，用到竞争，用到阿苹果跟阿苹果的竞争，引起到权力的那种真爱有权力，啊，愈官愈做愈大，啊，愈来愈好过，那种做法，伊无考虑讲，是安那外国的兵啊是安那训练，外国的兵啊，伊伫职务上大家是有阶级，但是伫生活之下，大家是照道理，你袂使要求我做一挂以外的代志，比如讲班长命令你去偷摕物件，敢袂使？袂使哩。但是伊用着高顶迄、那个高权的，甲你压制，互你唔敢去振动。这就是咱今仔日为着即看即个新闻，所引起足济足济咱的感想。尤其伫做兵内底，你嘛袂使讲实在话，讲实在话会害呢。哦，我嘛为着我大概因为我的人吼，唔那是调低，那是安怎，啊是台湾囡仔生生拢较直性。有一回。你做记录，你人来爱写记录，你敢知？咱也要做记录啦吼，就是讲你开会内底将迄重点啊甲写写，简单安尼甲写出来就好啊吧，有结论就好啊。结果我甲送去吼，方看的时阵，我的迄长官吼就甲我讲：“你这样子不行啊，要一字不漏的抄下来啊。”以后我讲的话，我开的会议吼，拢爱一字拢爱抄来，袂使漏掉。啊，就甲骂个，你讲你会不会记录啊？啊，那就反正伊欢喜嘛，袂无欢喜嘛，爱互骂啦。啊，我拢点点啦，拢好安尼哦，安尼哦。后边开会时阵，伊甲我交代爱一字不漏，一字不漏，我就真麻烦，就爱去准备录音机啊，甲录起来。啊！伊讲的话，佮佮定写一遍。哇！写了，你开会真正一字不漏，我怎安尼佮写起哩？第一句话，伊就念着讲：咱这个部队，咱这个连队，好、哦、做代志、做事情啊！哦，伊佫会晓讲台语哦。伊进前拢华语讲，按佮即句，伊特别用台语来讲。伊讲甚物句？用着讲甚物话？伊讲。恁遮干部做代志啊，拢安尼，我迄时足歹听，我袂晓讲啊，消消片片啦，安尼毋知啥意思，我嘛毋知影。吼，讲恁做代志拢安尼啦，啊，就骂啊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啊，我即句嘛爱记录哦，我有甲记录哦，啊，记录我讲啊奇怪，因为台湾即个消啊，毋知变哪写啊，啊即毋知变哪消，结果甲写。精子精子鼻涕鼻涕安尼吼，啊就是啊嘛吼，啊怎甲送去哩？哦，去用骂一个讲，啊这都你骂啊！伊嘛甲我问讲，你写这个是什么？我讲我唔敢甲你解释，啊你家己去想看，你家己捌讲过话。这就是咱的军中嘞，这是军人，所以所每一届甲你教育的，就是教你空气，教你有空气，啊教你扩张，到尾总会倒去。我捌一届甲阿兵哥训练的时阵，甲伊讲，每一届咱逐工拢会唱一首歌，叫做《我爱中华》。当你咧唱的当中，《我爱中华》，你敢有去想到倒来？中华有没有爱我们？无啊，谁知恁？啊，咱爱这个中华，结果是要创啥？予遐个官官会使你安尼享受迄种做王的迄种享受。迄时做甲时，暗时个查干啊，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，经过做兵的洗礼了后，咱就会知影讲，教育是为囡仔开始，一直甲入去内底。我相信，死去这个人，真侪冤屈的人，伊并不是讲做了真歹，是因为是安怎死，讲老实话，这就是伊会死去的原因。啊，过来。咱若听到这个时阵，要安怎？咱看到街头开始去甲抗争抗议，伊无去想到，原来流氓政府会使叫咱去做兵无？咱拢无去想这个问题。当咱每一届咧开始
检菜伫我十年前，今仔日这个代志若发生，我嘛对去抗争，我嘛对去行街头讲，对，我就是要讨公道。但是今仔日十年后，我头壳开始清醒起来，我看到中华民国敢会使叫咱台湾人去做兵？答案是袂使哩，因为中华民国伊若是无完整的国家，伊要叫我效忠什么人？我爱中华，啊，中华伫倒一边，伫迄边遐远，这就是咱今仔唔对的所在。所以伫台湾民政府今仔要呼吁的，就是讲台湾人，你曾经捌予人笑讲你无路用，捌予其他人甲咱讲你袂晓做官，你逐项拢总袂晓，你逐项就是拢笨蛋，你逐项拢比阮较低一级。的时阵，请你爱甲家己讲，我唔是袂晓，是恁的制度无健全，是恁的制度让我唔知要安怎。因为自囡仔开始，我有看到咱全部所有的人拢总是咧考试，全世界唔捌像全部考试的人像咱台湾遮尼啊严重，因一学期考一届。而且一考的当中，唔是写一百个题目，叫你总啊也要写，也要写，也要写，伊唔是安尼，因为你背了，无的确有利益。你背遐济，遐个中国诗句、中国啥物货，但是你背了时阵，面对着你的生活的当中，你无法度去应对。你甲因麻痹家己讲，我用遮个诗句，啊，这就是要考试来用。啊！让你全忘去，甚至你看到这物件，一开始用到竞争，哦，这竞争是足严重的哦。台湾人爱记哩，咱就是拢失败的这个竞争。你一旦看到你的厝边、隔壁、大人、囡仔，每一届拢总用到竞争来咧做过生活。竞争之下，会去管别人的代志，伊袂去管大行的代志。伊袂去讲奇怪，咱中华民国吼，即马袂使讲安尼。咱台湾是安怎，大概甲人竞争，啊那拢输去，伊无咧去想遮。是安怎，咱举一支迄个车轮牌旗啊，中华台北去甲人比赛，明明迄条咱拍赢，咱台军都迄个安尼拍赢，结果去红，讲啊输去，啊是安怎吞落？哎，啊，这唔对啊！咱明明赢呢。我看迄个查某的选手，伊全哭哩啊哭的时阵，伊咧哭啥物？我相信伊咧哭两种，伊唔是咧哭伊输去，伊咧哭讲咱的国家到底是伫倒位？是安怎？我明明就拍赢，啊，甲讲我输去啊！啊，转来时阵，咱的这个流氓症有退出去无？无，佮伊讲一句讲，你爱吞落去，卖计较。啊，卖计较，是安怎？咱台湾的教育就是叫咱竞争计较，搁再计较。两边敢无去引起冲突？所以我常常爱去甲遐囡仔讲讲，恁赢唔通赢伫即个国小考试第一名，高中考试第一名，国中考试第一名，迄、那个第一名去到外国的时阵，那比输人的时阵，爱安怎吞落去？啊，那是要创啥？因拢无去想到这。伊讲，佫较可怜呢。因看到，我阿家也无要出国啊。啊，这种人就扣格啊。你唔通认为讲我无要有迄个梦想去出国，因为这个机会是你若无去备班，机会若到位，你怎目睭金金看会走过？是咪安尼？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爱去了解讲，你有精神起来无？伫台湾内底。我用简单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真济人是死了未代，有个人是死去无代，代了未死。代了未死是指着什么人？指着中华民国这个政权。中华民国伫1949年伫迄边就代落去啊，王牌嘛做好啊。啊！但是有死无？无，伫咱遮开始咧震荡。
所以来咱这运作的时阵，来这给咱通知，通知咱台湾人变作是，哦，变作什么款？啊，未哈死了，骨未带。咱这是每一个学生囡仔，每一个人，伊的心、伊的头壳拢死去，但是骨未当带落去。你若问过学生囡仔，甲问讲，你的目标、你的生活概念，你要做啥？你的方向要行到倒位去？你会感觉讲，伊嘛无法度甲你回答。伊会甲你简单讲，要看我的爸爸，好是咩呢？你若甲问讲，啊，你阿盖你的计划要啥物货？我看我妈妈怎么讲啊？哎，是安怎咱的囡仔变作家己拢无主张，大下拢爱听爸爸妈妈。啊，爸爸妈妈若甲你讲，哦，安尼安尼安尼。啊，若失败时阵变啦，这都要怪我的父母。啊，然后，莫怪我做宅男，莫怪我做宅女。伊用一个理由，将这责任拢总甲塞塞去后边。这问题出伫老师无教育这囡仔。老师伊无去开始教育，就讲咱这个物件到底是安怎才对？参像讲。较睁开学校，我捌伫遐担任过，我担任过高年级六年的学生，迄个班级。伫咧读册当中，我发现讲有一日，那规班一半拢总无来读册。啊，你安怎去倒位？无来读册，这就是旷课。哦，真自然嘛，无请假就是旷课嘛。啊，毋过伫校长批落来内底公假。我讲，等下等下，而且那公假，恁是去倒位，那会变成公假？伊怎啊讲？因吼，就是去支援咱庙的，咱即种的庙的内底去参加百家奖。啊，迄讲公假，伊讲无大啊，迄庙的委员就是咱的家长会委员，啊，伊嘛是咱的什么会什么会，吼，侃侃的，啊，伊嘛甲咱即间庙嘛甲咱学校斗三工真济，所以咱就爱义务去甲斗三工，啊，就用公假。啊，一年通天，大概就咧公假。我一届去甲遐囡仔讲，请问恁这个百家奖用做偌久？我开始用着真济办法甲伊讲。你做一年的百家奖，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十年了后，你捌看过迄个阿公型的迄种百家奖无？你互笑死啊！即只老公来咧跳百家奖，啊，是安怎？你的年龄伫十年短短，即上届黄金期的青少年时间，你要甲浪费在遐跳的。当你跳了时阵，你得到的结果是啥？相拍、恶拍，有利益无？无利益。每一次看到囡仔若转来，伊的辛苦就讲啊，你这是安怎？讲我就看到一堆吼，足袂爽的，啊，甲伊冤家。我讲啊，是安怎？你若看人袂爽，因迄边吼，伤过嚣掰啦。我讲啊，恁敢无嚣掰？吼，当这对话当中，我发觉讲因内底是干呐竞争，搁在竞争。看到咱这个。影片最近有一个影片，讲全部的各中生爱去看，叫做《顶头》。当迄个内底一到充满着，拢总是讲着暴力，拢总所讲的物件是啥物？竞争输了爱输了，唔甘愿，安尼讲做志气。啊，请问你拼赢了后，你要创啥？你干那看尔呢？甚至你咧拼的当中是带来身体的伤害，你敢无了解？但是，我发现咱的教育单位，伊甲当作讲，这是文化，你袂当甲伊改变。我怎啊提出一个疑问，讲所有老师咧开会当中，伊讲这就是文化，恁还使去甲阻挡？我讲啊，这拿文化来讲，你的囡仔敢要来参加？伊讲我袂。啊，馆长的囡仔要来无？伊讲馆长也袂。啊，无局长的囡仔要来无？伊讲伊嘛无来。啊，无校长，校长，你要来无？伊讲唔啊。啊，是安怎？这个文化，恁的囡仔拢不爱参加，啊，叫这囡仔来参加，你是安怎？这遮好，你就讲这真好啊，这保留啊。因怎转想去？
讲我去因学校是来乱的。哇！我讲咱的态度已经变了，这就是咱的囡仔看到的台湾。刷来要讲的，是咱精神迄天，咱所得到的精神，是要去看到外国，学习外国因的态度，是安那看到因的国家。后一来，咱先来看一个影片。当你看到这个影片，你会感觉到讲，是安那外国人因迄个心是遐尼啊大，伊用啥物办法来拯救别个国家的人民？伊阁感觉家己做了无够。咱来看这片影片吼，是黑白，伊的名叫做《辛德勒名单》。你敢知讲？动车时，然后伫迄个名单内底，迄心是足欢喜的，因为袂去用台死。伊是甲将只名单的人拢甲叫出来，若无伫名单内的人，拢总去用希特勒甲台死。咱看这个，可以好来好，咱看卖安尼哈。这个叫辛德勒。